We want to know why some sunflower volunteers are using police car and their transportation. 去哪里？阳明山。阳明山哦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这是单位。去你们这台车要去哪里啊？阳明山搬物资，怎么了吗？搬物资哦。对对对对。扛牛的人会很久。哎，怎么？为什么那个物资会在阳明山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没有。我想说，本来是坐在土城，土城哦。不好意思，那个为什么会还有物资在阳明山？请下车，谢谢，请下车。We're afraid the administration may be infiltrating. Okay, we found a paddy wagon full of maybe a student from the police academy, play protester. 请问那个学生单位在阳明山是有什么据点吗？等一下我们再联络。等一下再联络，不好意思。好。那是你现在说要捐给社福单位啊？目前还没确定，目前学生是那个文化大学的，不是，你有问题可以问干部好不好？我们是今天来帮忙的那一位。哦，我没有给你们讲地址。乔布斯，你们去哪里？他们叫我们呀。没关系，不要，先来。没有，反正物资上有物资上跑了。It's still a puzzle since when the police are helping an Occupy movement.